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马可波罗妄想实况爆料来了，这是全球甄选系列的第四款皮肤，也是马可波罗的第二款传说限定皮。距离啊山海玄木银啊到现在也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，果然高人气射手绝非浪得虚名啊。我们再来看看皮肤细节。首先啊，海报风格来说啊，我想到几个词啊，电玩、国潮、涂鸦。其实最近啊，有几款皮肤啊都是这一类设计。这类皮肤的亮点啊在于颜色的大胆碰撞，能让人眼前一亮，还有偏现代的服饰会让他觉得帅得很亲近。接着啊，出场和建模一起说，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啊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我就感觉啊这不像是王者建模的画风，但又谈不上有违和感，因为啊建模啊做得很好，很有二次元的风格，而且啊出场背景啊被填补得特别好，这就是 AOV 吗？宣传展示的亮点有两个，一个是围绕着马可的环，一个是英雄建模会随着你的移动操作摆头，同时啊背景看着也开阔。毫不夸张的说啊，看到这一步我想冲动的消费欲望已经达到了50%了。然后啊来说特效，许多朋友啊已经开始锐评了，有种不属于峡谷本土的美啊，王老师这是恶片你别看，但评论的最终指向还是好的。普攻的子弹啊设计成了时空裂隙，被动看起来像只小鲨鱼，叠加时啊很明显，反被动后啊小火箭升天，还有点赞特效，这是寓意着你们啊快来给我点个赞的。一技能随机释放 WASD 字母按键，还带蓝黄双色光波和表情包，我马上想到了一个新源方案，改成麻将啊，桶条万封随机发射。二技能释放时 ，Q 版怪物啊虚影会包裹着马可，被动啊浅绿色版不是很明显。大招乍一看是小怪物狂奔，对比马可连线的话，圈里面是比较充实的，填充了很多元素，但是缺少亮点。接着啊，我们再来看看随机行走动作和待机动作。回城特效啊，细节在掉下来的三个字母是 AOV， 这里啊还可以看到一个彩蛋，雪豹又出新皮肤了，太过了，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那个男人的感受吗？此款皮肤啊将于7月27日到9月27日限时上架商城啊，有两种售卖方式，一种是直售，首周1430点券，二是啊限时抽奖啊，我这里啊就不多评了啊，飞球们各自领悟吧。总的来说啊，这款皮肤在我看来品质是达标的，如果你只有激情力晕的话，建议入手一款，毕竟马可波罗啊算是限定一哥了，全身上架除了半身没有自售。最后啊，李元芳妄想特派也爆料了，省流版啊可以白嫖，是免费的呀，而且啊海报和建模啊直接把我惊艳到了，免费的海报画得这么好，免费的建模做得这么可爱，夸必须夸，还是值得大大点赞。特效的话主要是以橙色为主，也不要什么自行车了啊，一个字必须拿下。活动时间为7月26日到8月5日，只要在此期间内参与投票，就能在8月5日到9日免费领取了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